兄弟们，先别用，我还没用呢，你们别用我的兑换码啊！伙伴们，先看视频。派对5秒教你获得10万蛋币，轻松获得灰太狼，地图也是全自动地。兄弟们，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，1秒钟叫你获得10万蛋币。兄弟们，先别走，今天我就来给你们试试。你们先别用，我先给你们试试。兄弟们，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我们想要获得蛋币方法只有一个。 花钱买1块钱10个，1毛钱1个，10万蛋币也就是10000块钱。伙伴们，这会是真的吗？我来给大家测测。我发现最近网上都是免费获得蛋币的，你们都别试，我先给你们试试。伙伴们，现在我先是第一个，激动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会是真的吗？兑换成功，伙伴们是真的，兑换了20个纤维，我去是真的啊！兄弟们，我们再来测试第二个，会是。 这个是假的，伙伴们，现在我们来测试第三个，兑换成功，这个是，大家看也是20纤维，你不是说的是10万蛋币吗？不过挺值的，伙伴们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两个激活码是能用的，分别能领20个纤维，大家赶紧去试试，赶紧去领吧，有2个是能用的，但是不是10万蛋币，所有获得蛋币并不是真的。